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啊，《星露谷物语》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看能跟他说话吗？哎，好的，他叫乔迪是吧？哦，你和我想的有点不同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是乔迪。好的，我多认识点人。哎呀，老太太跑了，叫艾米丽是吧？哦，你我可从你脸上看出来，你已经开始喜欢上什么镇了是吧？好吧，好吧。你要是想过夜生活的话，去酒吧，我在那里工作哦。OK， 是不是？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应该去找渔夫是吧？上午11点还赶趟。好的，我看一下这个老奶奶是吧？我的任务是多认识点镇上的小伙伴是吧？为什么呢？欢迎你来我们的小家园，亲爱的是吧？如果乐意的话，叫我奶奶是吧？好的，奶奶。看见这有个护士啊，你好啊，哎不浇什么水，哎我怎么跟他说不了话呢，哎呀急死我了，护士小弟，哎哦买东西啊，哦是这样，肌肉恢复药，当你使自己的身体过度疲劳时喝下它解除疲劳状态是吧，哦原来这样，1000块钱，你好狠呐、啊、我才500块钱，能量滋补水，我看一下这俩有啥不一样的，补充大量能量55，他俩是一样的是吧，我应该把钱改了是吧，我记得好像可以改，好的我们先不要这么过分啊，好的我们看一下啊地图，哦我现在得去这儿，好像沙滩那儿，哎，食物，星之果实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呀、啊、这儿，我像个乡巴佬吗？游乐场，好的，认识认识老板是吧？这可以碰吗？不可以啊。老板，好的，你好，我是格斯是吧？是星之果实啊酒吧的老板兼主厨。原来这边是吧，老板主厨啊，不是这个酒店，不是狗 dog， 好吧，我先去完成任务啊，我现在这个任务啊，前往沙滩收割种子，然后呢这什么招呼是吧，7个人前往沙滩，有个威力的人邀请你，好吧我们去看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是吧，好的，自来水水道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到哪，应该是到这儿是吧，还可以，这个游戏叫星露谷物语是吧，还可以，不是特别复杂是吧，好的我看一下，他叫威力是吧，他给我发的信让我过来看一下， Hello 啊，喂孩子啊，威力你好脏哎，听说镇上搬来了一个新来的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说话呀，然后呢，哦我还在放松自己，之前出海了整整一个月，我去怪不得你那么脏呢，那次真是场大丰收，我卖了很多鱼，终于存够钱购买一只新的鱼竿，我了个去的，你出去一个月你就买个鱼竿啊，给这个旧鱼竿就送给你好了，那、你还是挺大方的嘛，多谢，最重要的是让钓鱼的传统流传下去，也许培养起你的兴趣后，你会光顾我的商店，说不定。哦，好的，得到了小鱼竿，你获得一个竹鱼竿。这山谷里的水不错，有着各种各样的鱼。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的店子恢复营业了，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。你捕到什么也可以卖给我，能吃的就能卖，呵呵，反正我老爸经常这么说，那还真是啊，好吧，这个我们的任务算完成了是吧，咱们就按照这个任务走吧， OK， 哦，好的进去看一下他的商店什么样，我去你这好丰富啊，鳟鱼汤啊，加能量的是吧，250块钱，然后那个哎呀
钓鱼能加一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钓鱼竿500块钱哦，他给我的还挺贵的呢。想钓垂钓用具吗？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好吧好吧，别的没有了是吧？老板你这儿这是一个箱子，里边满是蠕动的蠕虫，是不是？这东西难闻极了啊，钓鱼的东西是吧？好吧，我现在干嘛？还是打招呼，要不然就是去收割防风草是吧？我是不应该回家了。钓鱼，我看看啊，怎么钓不了鱼？啥意思？不可以吗？我怎么钓鱼啊？好的，我试试啊。这凭啥不让呢？是吧？可以。哦，这么钓鱼？怎么钓啊？主要是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没用是吧？使大劲也这么点儿。好吧，我不会钓是吧？我们赶紧回家，然后呢，这个，这些全是垃圾吗？都可以捡吗？好像是不可以是吧？不可以，这是什么呀？把它帮拿回家去是吧？好像不行。好的，这都是烂球。哎，有个小人是吧？你好啊，你要砸死他呀！我去。我们一直期待的新农夫啊，你的到来激起了大家的热议哦。我叫艾利欧特，你刚睡觉，艾利欧夜得了是吧？我住在海边的小屋里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好吧，我要上你家去偷东西是吧？什么话呢？哎，浇水干嘛？锁住了，仅限艾利欧特的朋友可以随时进入，好吧？这能捡呐，我东西满了，好像这意思。哦，有300块木头，应该能修好。哦，好的，这有篝火是吧？浇水干嘛了？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应该干嘛去呢？还是去打招呼吗？收割防风草，还有一个是打招呼9个人。好的，我们走啊。他这种已经打不着。哎，这有个帅哥是吗？嗨，帅哥。哎，我叫山姆是吧？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去，山姆，你的发型好狂野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没了。山姆比较酷是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夏季开放。我去，好吧，认识。好的，今天该去捕岛温森特和贾斯了。他们两个虽然淘气，能改善人们的这，好吧？潘尼好美呀！我看一下，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不说话，贾斯啊，学生是吧？回来，陌生人，我叫温森特啊，你就是啊？妈妈和我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，但你看来是个好人，小朋友，那你就错了，我确实是个好人。这是谁家呀？这随便去别人家对吗？这，哎呀，他是谁呀？你好啊，欢迎来到星露谷考古研究办公室。你叫刚社啊？好的，说起来怪丢人的，不过上一任馆长把所有的藏品都卷走了，我们什么可展示的工艺品也没有了。不过我希望这一点能很快得到改善是吧？嘿，如果你在外面找到什么工艺品矿石啊之类的，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哦，没了是吧？好好好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里缺一本书。好吧，这什么都缺了这。啊，这整个是个空的， 是让我收集是这意思吧？赶紧回家啊！哎，这边怎么个小熊？哎，不，你浇什么水呀你？你浇它水干嘛？它一三
蓝缕是吧？但仍然可爱。这废话这么多，赶紧走。我这背包为什么不能解锁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不是。我看一下，我能不能？好吧，赶紧走吧。我先应该回家吗？还是？哎呀，这还有小汽车呢。这是谁家？我们认识都是吧？哎呀，这墓地呢，怎么还有？好疼。晚上好。那么，你在那个破屋里过得第一晚怎么样啊？这是刘易斯镇长的这个房子是吧？你爷爷以前总是抱怨那儿晃晃悠悠的旧床是吧？但我觉得他心里其实爱着那间房子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能说点话不？没了。我别的好像就没有了，这是人家的卧室了是吧？就不要去了。下水道，哎，你别刨人家坟呢！我去，好的，走啊。这是谁家？小太阳。哎呀，这是不是私闯民宅呀？这是干嘛去？哎，你是谁呀？他叫海丽是吧？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农场主男孩吧？爷婶儿，哎呦，等会儿。还能说话？我是海丽。如果不是那衣服，应该很可爱吧？啥意思啊？你说我是乡巴佬是吧？瞧不起人？呸！好的，我们走啊。我应该去还是打招呼是吧？哎，站住！哎，不是、啊，哎，站住！哎，我的妈！好，叫马尼，我还哪尼呢？镇长刘易斯跟我说过你刚到这里，我叫马尼。你叫马尼吗？我在牧场上卖家禽和动物护理产品，你有空的话可以光顾一下哟。好吧，天要黑了是吧？这是谁家？像船员的家呢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是他家吗？我去，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好吗？我看看一下。乔迪啊，安静的小镇，因此有人搬进来是一件很激动的事情。有个农场主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你们都指着我呢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去，天黑了，我是到哪儿呢？这农场主了，我在哪儿呢？啊，往上走就是我家呀。哦，这是他家是吧？好吧，我看一下。好的，这么走呗哈。这是我家吗？看来是，我们走啊。哎呦我去，这确实是我家吗？这，我怎么看不着我家呢？我的大镰刀是吧？哎，我了个妈呀！我去迷宫吗？这是？哎，这样呗。好的，东西都满了，说我东西应该咋放啊呢？好的，我尽量是除草除过去啊。是我家呀，我家怎么这么大呢？是我家，我种地的那个地方还在那儿呢。哎呦我去！好的，这样吧。OK， 完了，我又不行了，我要困的熊样。好的，赶紧回家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这期呢就到这儿吧，是吧？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拍张靓照啊，跟大家说拜拜啊！想私信我呢，可以新浪微博搜索“火焰解说 CMH”， 你就可以找到我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录你们喜不喜欢，是吧？我自己玩的倒是挺高兴的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拜拜。